我拉烟的给你们抽。不，我有烟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两个能在你家里吃顿饭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完全可以。这位杨大哥对我们的到来没有一丝的介怀，跟杨大哥的相遇或许就是缘分。只要车子有点油，海哥带你量地球。大家好，这里依然是河南信阳的什么县啊？真不知道什么县。好，现在我们上杨大哥家里吃晚饭，遇到杨大哥、杨大嫂夫妇两个，真的是难得的善良人。不单单跟他们有缘，我觉得他们相当面善，而且一看就知道能答应吃饭的那种。好，现在我们上他家去。这个应该是炒茶的，来，他炒茶的，这个很清楚，你看，平时嫂子啊就在这里炒茶，我发现他设计的相当有特色，他做成这个圆弧形，然后人站在这里，我发现他还有一点热，是不是烧火了？烧火了。要把它火高温消毒一下子。今晚要炒茶吗？啊，对。哦，一会儿还可以看看啊，嫂子怎么炒茶的。挺好。他还没下来啊？还在山上，嫂子很吃苦，我觉得。对，他等一下。非常吃苦。这个我真没见过，杨大哥，您甭笑我，真的我真没见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当地啊，我们有茶，但是都是一些工厂的，我们市里没有茶。就您这个炒茶的，我觉得特别的，等一下可以看看啊，接地气，我真没见过。看看这个茶，嫂子千辛万苦，你看摘过来的，我觉得摘这一点茶没有半天时间摘不到的。这就是半天，
是啊，啊，半天的话没有很少，今年的茶叶产量很低的，半天时间摘这么一点，这么一点点，你要想象炒干了，估计没有二两，啊，就二两茶，半天时间，你想象一下茶叶应该卖什么价格？哎，你刚来到买菜是吧？啊，对。哎，你甭买菜啊，吃点白菜就行了。不是，你要是来早上的，说不定把猪腿啊、腊肉啊啥的搞出来。啊。你四点都来了，他们来也来不及了。啊。随便吃吃。我就是要吃点青菜萝卜就行了。有都有。真的，您甭客气。有。我们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打搅您呢。没事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经常也是在外边，以前也是做生意亏了钱，现在回了老家。这是二婚的一个媳妇儿，就是我老妹妹。哦。这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实在是出不去了。杨大哥，实在人啊。实在冷，只能是在家里边照顾小孩子。原来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。来到北方啊，特别是河南、陕西，应该端个凳子坐外面。哦，这才舒服啊，坐在小院门口啊。好家伙！刚刚杨大哥说。来了就是有缘人，正接了我那一句寻找有缘人的那句话，我非常的感动，我差一点就飙泪了。真的是好善良的人，好敞亮，好淳朴的杨大哥，两夫妻，还有老妈妈，当然还有他儿子，非常的可爱。这一家人真的是我旅行路上最有缘的，最有缘的一家。这是嫂子采的，哇哟，采了一半天呢，就这么点儿。哦。晚上看你炒茶嘞。好嘞。好嘞。我今天啊，我一定要给你买点茶叶走。哈哈哈哈哈。看来这个茶叶你舍不得。茶叶。真的是好茶。绝对好。嫂子亲手采的，我一定想喝喝她的茶。我决定今天晚上买她二斤。这么多，怎么每家菜都搞的呀？哇，他这里的凉菜啊，特别多，香肠都是凉拌的，大蒜、香肠、猪头肉、猪耳朵，啊，腐竹，啊，哎呀，香肠都有凉拌的，你这里啊？对，我们这里提前人家做好，因为现在都是农忙季节呀。啊。那个，你要来客人啊什么，
你要是急忙急时来弄不了，他当我们是一回事儿了，真的。当回事儿。当他一回事儿，真的当我们太当回事儿了。哎，发现杨大哥他也会炒菜。你们这边都是吃米饭的，我刚问嫂子。啊，对对对，米饭。原来荷兰这边也是吃米饭的。哦，就是荷兰，信阳以南，啊，就是吃米饭，剩下的过了信阳，信阳一半吃米饭，一半吃面。哦。哎，阿姨，你哇，你拿着鸭蛋是吧？记住了呗。啊，这鸭蛋，太热情了。杨大哥跟阿姨太热情照顾我们了，我们都不好意思。一个外人啊，正常，还正常。到这儿来了是个缘分，我跟你说。这是大上级，哎，对对，没事，你就是客人嘛。那你是元老人。不行，这是上级，我们坐下面。对，那不行，不，那不好看，我们要坐的。你来，来，没事。你这第一次来以后，你第一次来，不是我们不喝酒，不喝酒也没事。他陪两位大哥喝点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肯定开酒，我开车。哎，对，开车不勉强，好不好？喝点饮料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两位杨大哥，这位是杨大哥的堂哥。咱不客气。哎，嫂子，一起来吃。好嘞。这阿姨来。第二杯搞一杯，他喝一杯吧，嫂子。啊，你辛苦了，有点有点。来，金大哥，这两位大哥。欢迎袁导，袁导这儿来。哎，来，好吧。整太多菜了，这么多菜。我们这儿对待客人就是这样子。他爱客。看得出来。看得出来。杨大哥非常好客。是个热心人。我第一眼见他满脸的笑容，一点都不排斥我们。这是我们走了很多地方，当然大部分都是有点怀疑，有一点抵触，但是在杨大哥这里啊，特别是两口子真的是没有。啊，有好多年轻人他认识不了这个事情，对不？你认为是不搞个骗子啊什么？啊，对，因为现在人心太复杂了。对对对，确实是。见了面，对不？我来谢谢嫂子，你二位慢喝。好，我吃饱了。今天呢，说实话呢，我感觉到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你看，光收破烂的都来了三个，来了那个打茶叶的来了六个，联系茶叶的那个人，老板。最后呢，你姓袁的，他来了，那个老曹也来了，今天一天来了十个八个，七八个。是啊，平常没有那么多人，真的没有人。有农村人毕竟人少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我人，我我这一车，你看他的方口耳眼一开到啊，他走一下，停了一下，他拐过来了。对啊，我开到前面，我看一下您在这里锯木头啊，我就过来了。我上面没人啊，上面看到门大红门是关着的。对，今天这个人气我这是最棒的第一天。啊对，今天又把洗衣机买回来了。杨大哥的意思说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时来运转的日子，一波又一波的人来到这里，当然我们这些要饭的都来到这里了。不，够了，来还有些茶叶，哇，我整个弄点火茶一尝一下这个茶，嗯，好茶，好开一火，缘分的茶，嗯，来再喝一口，我打好，谢谢杨哥。